是艾丽。朋友们，我听说美国有可爱的粉红色纸杯蛋糕自动贩卖机，艾丽现在就来看看纸杯蛋糕贩卖机里面究竟有什么吧。艾丽去哪儿？咻！哇，天气真的好热。朋友们，美国的天气很好，就是太热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热的时候，这么辛苦的时候，艾丽要去吃纸杯蛋糕。哇，朋友们，这里有个超大的摩天轮呢！嘟嘟嘟嘟嘟嘟，哒哒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艾丽后面看到了吗？哇，真的好大呢！天哪，真的有呢！现在在艾丽前面，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在买呢。天哪，真的有自动贩卖机，不敢相信。艾丽呢，要把这贩卖机里面的所有口味的纸杯蛋糕全部尝一遍。啊，好开心，应该会很漂亮吧，巧克力味、鲜奶油味，还有香草味这样的吧。朋友们，那我靠近点拍给你们看哦，哒哒，朋友们看到了吗？这个粉红色的自动贩卖机就是呢。哇，太漂亮了吧，是吧？好，那么艾丽接下来要按下这个画面的这个按钮。哦，你们看菜单，天哪天哪天哪，这里全都有呢。那么艾丽呢，要选择漂亮的彩虹蛋糕。哇，一个，然后按这个。哦，成功了成功了，这样蛋糕就出来了吗？哦，还可以看到自己下单的蛋糕的准备状态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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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道要从这里出来了吗？哇，真的呢，朋友们，尖叫吧。哇，真的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。哇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蛋糕就从这里出来了呢，真的就从这里出来了。那么艾丽马上在这里打开看看，这个是艾丽刚刚买的蛋糕。哦，哇，彩虹糖粒也太多了吧，太漂亮了吧。哇，怎么办，艾丽现在顾不上仔细看了，艾丽现在要把贩卖机里的所有蛋糕都点一遍。呀，哇，天哪，好神奇呀、啊、天哪，我真的要哭了。哇，朋友们，艾丽现在仿佛就是收到了礼物的心情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去打开尝尝看吧。啊，好神奇啊。朋友们，这样后面的背景墙是不是也很漂亮啊，五颜六色。那么朋友们，艾丽刚刚在自动贩卖机里买了蛋糕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，一共买了六个纸杯蛋糕。那么艾丽现在一个一个的来拆开看看。首先是，吼吼，五彩蛋糕。第二个蛋糕，啊，没错没错没错 ，S 蛋糕。这个好可爱呢，这个包装开始就好可爱，有贴纸。哇，哦，小蛋糕小蛋糕，哇哇，啊，好可惜好可惜，朋友们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，恢复原状。啊，这个很容易掉下来呢。总的来说，朋友们，艾丽拆出了一个这样可爱的蛋糕。那么接着，啊，这个是曲奇啊，曲奇，没错，这个是双倍巧克力曲奇。哟，那么最后两个，哒哒，非常可爱吧，巧克力和香草。以上呢就是艾丽买的六个蛋糕。艾丽呢先从小蛋糕，从小小的吃起。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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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朋友们，这个味道究竟怎么样呢？嗯，好涩呀，好想喝牛奶呀。我还以为是那种松软细腻的蛋糕，但其实不是那样。好吧，这个就只是味道蛮香的一款。艾莉觉得这上面的奶油啊，味道实在是太强烈了，我要尝尝巧克力味的。得到巧克力，这个应该会很好吃。超级好吃，哇，怎么办，超级松软，口感超好，而且这个巧克力里面还有一层奶油夹心，所以超级好吃。超级超级超级好吃。说实话，艾莉吃了小蛋糕的时候，她就这味道吗？怎么办，好失望。她就这味道吗？怎么办？果然没有白白期待。来，接着是红丝绒蛋糕。朋友们，你们来这里的话不要买迷你小蛋糕，很好吃嘛，这个也非常柔软。朋友们，红丝绒呢，甜到恰到好处，非常的松软。很好很好很好，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，真的很神奇，很漂亮，是吧？哦，在这里蛋糕的颜色也是彩虹的颜色呢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和上面的彩虹糖粒是一个颜色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尝尝这个彩虹糖粒，吃起来应该很有嚼劲。朋友们，这个呢是香草味的，一口咬下去整个口腔都有香草味呢，而且这个彩虹糖粒一粒粒的非常非常的有嚼劲，整个口感就觉得非常的新奇。棒棒棒，朋友们，艾莉换了一件衣服了吧？刚刚吃了纸杯蛋糕之后呢，看到了大摩天轮，艾莉觉得大摩天轮呢还是要晚上乘坐才比较有意思，所以我又来啦。哦，头上有列车经过呢。朋友们，艾莉现在就要进去了。哇，大摩天轮就在艾莉的眼前呢。这个是什么？宇宙飞船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朋友们朋友们，艾莉现在就进去看看。哇，朋友们，艾莉现在已经进来了。这个位置还不错，朋友们，站在这里可以看到艾莉刚刚吃过的蛋糕店哦。那里，看到那个发光的街道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这里。夜景，艾莉呢也想用自己的手机拍摄一张纪念照片。哇，真的是好壮观呢！艾莉现在拍拍照哦。
朋友们，朋友们，这前面有一个拉斯维加斯非常有名的喷泉秀，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喷泉秀。哇，那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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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天哪天哪天哪，朋友们，水波喷泉秀这样的摆动，这样真的好好看呐、啊、艾莉要靠近去看一下喷泉秀。朋友们，现在艾莉来看拉斯维加斯非常有名的演出了，就是这个喷泉秀啦。哦，这个喷泉秀是贝拉吉欧酒店前的一个湖水，可以这样说吗？一个水光秀。那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哇，朋友们，艾莉还以为是花呢，喷泉花，哇！再见，喷泉再见，湖水再见，哇，意犹未尽呢、啊。朋友们，真的很壮观吧？朋友们，以后我们一定要去更加美丽壮观的地方哦，一起，嗯，约定。